的武林七绝的兄弟，四位兄弟要对关的大师兄万里推崇闪电及飘升的这个功绩，吼，已经上演七年啊！吼，来，咱一幕时代来，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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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香要来对付过去了，八二、九二、金二、血二，兄弟的斗法，你来演变之何呢？好，双方一定会大斗法，双方输掉的感觉，在300公里范围内。草木敢若予你遮个拍着，草木变成花粉，人谈火灭，人谈臭火焦，好厉害，好厉害！一个武林七绝的兄弟大斗法哦，好！相逢一来一往，相逢对相逢，刀法对刀法，棍将对棍将哦，好起哦！别来对付过去了武林七绝的兄弟，金二、九二、血二，伊人过去了万里相无外地四师妹，因可能用过绝顶的刀法，别来对付过去我方未对中闪电甲的飘烧，敢有这种简单事？吼！就让你了解我万里追踪闪电侠飘烧的内容。化身过去了外观钢铁对斗过去，其他四位无情的师弟妹啦，飘飘！万里追踪闪电侠飘烧，飘烧进入的关公啊，已经来稳住我的关公了，好。化成过一百个家工哦，好！万里追踪闪电的飘烧，我用关公化成过了金龙大派家工之术，已经要来对斗过四个兄弟姊妹了。
林这阵的兄弟，在台湾当公开场一段兄弟的大斗法咯。好。钱多用，伊当过兄弟，当过的了苏梅国弟兄，古年你当我表兄，咱国的人在这顶你数百年，为朝王已经变成灰粉，所有这些先甲者来观看过着咱一段大道行，死了差不多三千多人啊。死了无辜的意思，而且恁了对过我表兄怎样？无一个大事件，办理队中闪电的表兄，希望你听我管理上无的善话，快快自困自拔，好我四位将你抓回教会九六殿。会当来会见着师尊九六圣地，然后开始讲师父，那是要来怪罪郡守兄弟，会当在过师父面头前来讨报过着你的性命，也若无，就怪过着阮四位兄弟，将你押回教会去了，九六殿见过师尊的地罪了。我已经讲过，若要我把你队中闪电的飘星归回到归的了九龙殿，简单办法，除了你我弟兄我，你的婚姻来答应我飘星，然后让我做成阿婆。我随时也能当你回教会的了，求你们的地罪。想，无情的输赢，我已经讲过了。我外弟兄哦，已经有安息的人，而且我的安息，也就是咱古灵七座排座第五名，现在在我面头前，今日真主圣名被点名。上有人甲你当爹，这你无家良夫啦，因为你叫我帮你做成红布，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也那无可能，我把你对准香烟的飘香，绝对无归回告白的九龙殿。好，这是你别管，金珠圣鸟白金鸟今日的开山，今天到这来。你敬酒如家，要家还酒。四位兄弟，用过的咱最惊人，咱的师尊九龙圣地所传加咱的干法，上盖过，上盖过，惊人点点点切换，上你飘香拍破地火啊！来，Yes!
小小白点点，咱三人必定会干干，将会无这个大事兄凶杀，半空中来出现为了一只飞虎，一只飞虎跟那个飞熊，但你今日不离开300公里又远回来，虎天龙，虎天龙下飞虎。这家伙以后肯定会叫我肯定一定要来，永远都是半天的大将军，上半场已经有一个结拜兄弟吃菜回去，不敢失手的不敬礼，收过半场赌钱跟对象的教主，一件件东西是个出的高台，为了调查八大金乌之人会会敢怪我，这家会我吹牛又嫁一个囡仔，但是这个囡仔，那这时的时阵，这家伙都该吞吐吐白骨来，也那暗时吃，到会吃他，将会这个囡仔破出吃他的那个关，天也来吃吃他，到底是啥？我你的不好这个囡仔。一家是这个囡仔，你的不和这家伙有，卡斯是天哪，不给也不留。来来来，你来来做主，先拿起高杯半杯的大酒酒，你当来来用杯杯全满的味道来。该高爱多给小弟，但是小不叫不，什么调查半杯金不为记，已经出现不灵，为何敢怪因为，咱做主我金不。到底是囡仔不好恢复，还是恢复不好囡仔？咱这个暂时是答案啊！连我在过这种兵，思想不乱，无名六祖孙，百家不如是，独家是堂兄，先家我一臂，我细细隐隐。太郎扎一家，四兄难不你，不敢四兄的不见我，你们调查谁的母亲压天地吗？压哪呢？你要行动的准备啦！太郎的在家，不敢四兄不见我，被调查你的心事了，呀哈！还是八大金乌之一，现在啦，伊来欢迎这个太郎参加，在过不列道上太郎伫咧调查金乌人拢来用钱币的交换，伊来欢迎太郎参加，就是早上是红粉不敢来，所点过魔手加田这个子啊，我呀哈。
天剑，我了准是什么人？我大都是你西方如来业不干思想的不教思想不温暖，红颜六如霜，白家不如戏，独家是堂兄，小家莫一臂，无戏是一滴，太郎扎一剑。南无四女，希望你西方如来也不敢思想不敬重，你同意调查会不带进步，如果你让你调查不带进步，我太郎再叫永远都是用我一臂功夫，你来想杀回的你不敬重，什么太郎再叫西方如来兼福建师兄不敬重，来受过除了万里都车跟李城教主的交代，专工是要来调查过八大阴符，太郎张强，你到底是不是水电魔手叶天鹰的主兄呢？兄弟，今天你表面上就是你跟我道上太郎在调查阴州人，你会使外骗过别人，在我西方如来兼福建师兄不敬重估计之下，你都是伫咧调查过的六万修人，非是伫咧找你的冤亲人。我也查讲，你都是在武林道上伫咧找有一个人了解你点了魔手加天金来凶杀的迄个人，你来避过对方，这个人也知影，就是这个人。你要将他杀进庙口，你要保持过你关东西这部魔手夹天军的身份。一件大事，我布建龙自早已经调查你的身世，调查真清楚了。水电魔手夹天军这个人，我太郎扎银剑报恕不休也，你卖多回我。你来误会我是母亲压天的子啊，这是你心里坏处。西方如来也不敢私心不敬重，你要安下我的大事，要哪里你接受我接受必的功夫吧。会用心会用心，但是我心情这个计划你先看看，应该拿接受到你一笔的功夫的时阵，我才接受你一笔的功夫。而且，这块名牌只有你看卖咧。我哪里有？我准备看卖咧。一个武力手，你会使讲无尊重半个人？你今仔日干呐看到我胸前来点出着这个记号当场，你来尊重万里都城剑客城的教主，台南碧青兰血流九万里，四座高山十二座，大火燃烧七十年，阵中对不着阵地。我不仁，太南之基普世群一族大战十六村的本人，你也真尊重这老先生，哈哈哈哈！你家尊重这人，随便摸手也天烟。我福建师兄不敬重，一定爱调查八大阴谋。八大阴谋依然要过一条，我来调查会得了随便摸手也天烟了后。下过来调查过海上猎火高天鹏，为何一只军鹏在过伫了海面上，和大火燃烧七十二年，犹阁无在条烧完？这一完就是我来调查的海上猎火高天鹏不带任务之一，另外一条，也都是要来调查过天罗地网十万八千公里八卦天龙金帝都啊！Thank you.
很受骗，你想要破了我？居然凌霄魂中老吗？敢不叫你敢干吗？妖头，今天就是魂中老爱团西出的好。当过得了北门圣人，变大破过得了九层凌霄魂中楼，行出过夜明香港，好利益高门大户。今天我把你有业，我千万牛，便一本圣贤。今天阮三人运用关公，抢过你魂中楼打破，掠出过你庐山的真面目，会当来平定南北这条啊风云。希望过你好利益，会当来听过你我把你有业的神话。我有个啊，不愿你开动杀戒，可是讲，那我开动杀戒，天绝地会来，唔知变成怎样，我也未当了解。是，我千万年永远同款。我苏东时要封锁在国，我万年大进党的体温，我有向武林宣布一件代志，可是讲我千万年。那是来替阮武林二刀要来开动杀戒，爱天道暗号办到一只红红鸟哭三声，就是我千万年要开动杀戒时阵啊！希望你唔通伫只过来做过困兽之道，会当让阮抓回到个办到破罪条，来将你破罪，你想怎样？江南领导家万里有言，万年大军都会千万里。当过的你圣剑千多英，一本独比一本胜。一言一中千言不用，你俩我和你俩就这么简单。主人来吧，主人来吧。我有这外父千千万万大开我魂中楼，欢迎你入来吧。好，既然跟你这个不过以上，千万人第一本圣言，你咱准备时间过刚发，将过魂中楼打破啦！呀呀！三郎九郎已经爱心不绝了，哇！
会三大神甲千万人，别日文圣言，一人不得了，万地有劫，开动杀界啦！来点过高雄，将过得了分钟头，拍一个分钟头，哀声不绝，狐狸劫，狐狸劫要向边来啊！来啊！东南转教，观看过比男子，大点过神通的万地有劫，银山人破过血点关吧！在下不如天的连气书但文先生的不输呢万里游击啊，比一本圣贤千万年。恁三人来顶对功夫，要来对跪得了。狐狸夹的凶杀，千万年啊，千万年。王辉，恁三人是武林道上的高手。王辉，恁三人都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武林七绝的兄弟啦。恁来知影讲狐狸夹。国门堂并不是正式的失败，这个人幕后一定有什么款阴谋伫咧。观看过因三人用过真正的员工对过甲相杀，伊过伫我谭文先生甲看一个真详细。根本这个人狐狸侠国门堂，伊并无展出过真正的功夫，确实有够难。互因三人用过真功夫拍落。分钟头，遐呢将近要断去，要破去，绝对无这么随便啦！伊过伫我谭文先生不输咯，我了解讲这是狐狸侠的阴谋，我也准备离开伫我不落天，打算到过终南山，会当来帮助终南，然后将过这个故事讲完了解，也若无终南已经打入到过危险的地步咯。到底什么大事打出外口面看卖啊？就是你出剑龙吟，出剑龙吟，天下间真济人，有缘有来风评一句话啦，讲你凡世当过海上烈火高天炮，为何烧不尽有一个连带关系人？你是不是高天炮的主人？全世界无人知影我出剑的来历。无人知影我的心事，谭文先生不输咯，想袂到你吃老道行这事，世间的大事你这爱做，你实在分明是外国的个凶神。七爷，我若无将你斩草除根，以后恐怕对过魔教最大事，会真真来不离你来破坏。你都了解过的了，海上烈火孤天旁的秘密，我就比当当当你啦，起来！
英雄的下场啦！来，呀呀！带念过的你出剑队，甲为海上剑队吴天鹏为何烧不尽？有一个牵连的关系，但是我今仔日为了东南转教，我牺牲爱牺牲为了一个代价，我牺牲爱牺牲有一个代价啦！我七剑风采用过了同款，不用加十分钟。我只是太低境界，想不到你声声句句永远被当作江南，想对古天鹏的代志说出，也拿来休怪我七剑百分之一的金光对白枪啊！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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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着不来攻破会议了海上电话，郭天鹏为何大会收不尽的观念？奇怪的七剑同意的组成，现在四名将将严严的一失落，小才哥不输咯，四名将将才哥严严一失之前，才哥当北下的所在，挂无嘴，挂无嘴，讲话嘴人消音。讲我一个人消饮烧酒，烧酒正是我一生的伴侣啦。实在过不输咯，生命婚姻，但不下所在，咱出现过一个醉女咯。一步一步来出现过去的，但我先生不输到生命在回忆的时阵，徐龙明来出现过着一个醉女，一个查甫囡仔人换一罐烧酒干，一路行一路饮酒，饮到酩酊大醉。我无醉，我无醉，讲我一个人消你烧酒，烧酒正是我伴你啦。
先生的不是咯。想过着你七剑当年用过100%雷公手的凶杀，我的性命将因哪里到为死亡的边缘。但不敢来出现过着了这边的罪孽，富家人富家乡，我已经归乡归关公亲山，但是这个罪孽，这个罪孽敢那火烧就不出来，对我身躯喷着，我但闻先生不输咯。外关公增加10分钟啊！狐狸爱，狐狸爱一个罪孽，罪孽，你等我，你让我给你洗多些吧，罪孽小等的啊！我无罪，我无罪啦，讲我罪的人笑你啦。是阮阿通叔叔甲你放杀，你甲我好，我替你报仇。阮阿通叔叔虽然讲我人才身手袂歹，伊这个囡仔真古意、真老实，伊也不过那是过大陆伫咧表演的时阵，我看到大陆妹仔怎出落去，一落代志我来排解就好，互我出剑负责，然后。我来将鬼庙伊甲做掉，你来替我立上安全。哦，你就是七剑道人，今仔日你虽然你真爱我，安尼可以，你若要爱我真简单，只要你来当答应我的条件。安尼，我绝对来嫁你嘛，无要紧。该好该好，什么条件？做一个，做会到我绝对做甲到。上山擒兵火，入海抽人精，在所不惜。讲来，真简单。第一，你爱灌烧酒，请我。第二，咱两人来伫遮化棍，然后酒啉哦，茫茫茫，倒转来做散开，你想安怎？哈哈哈哈哈哈！该好该好，安尼若讲烧酒的话，下晡来了，阿通哥哥好，也着对阮家父、阮家父同阿师奶落去啊。阮阿通叔叔随去看迄个南阿伯来，一路天气真热，阮家父认为到外面人咧做念，变叫，我去烧酒泡泡讲袂叫的，哎，祝你
甲你叫起我去，看遍偌济出片的国语甲教，贪功利国的，也你那化棍化牙哩，你大阿爷的，要来嫁我吗？是啊，你那化棍化牙我，阿你来，我绝对答应你的亲情。这红包也没关系了。来，你画就来画，把这个台湾文化上楼来，你画就来画，我跟你去哪里了啊？一朵丹草，两相好，三仙台，五帝，六春，七帝，八卦。顺耍你家十几钟去，安尼可以。爱注意哦，你真够化棍无唔对，安尼好。最后这个条件，你已经进入到过两个阶段，剩最后一个尔。你比如要我连趟功力强，你化棍真够化真顺手，好，搁剩一个。到底对一项地讲？就不要你，我已经完成两件，搁一件了，我出钱都无人娶。来了，第三件什么？第三条真简单哦，爱水，我即马烧酒甲恁落去，然后我要付出的，恁也挡会掉。永安，看你要娶去咱，遐个汉神八十五楼开总统套房，做你来。拢开恁姊个花金，安尼舒适个呀，痛个呀，应该有人无小弟个老皮嘴啦，汉神了八十五楼个了，好，做你娘，做你娘不出来，这边个王朝金星大波万拢伫你遮，我用个，李永志，我准备点烧酒。算哦，打算人的面，有猜我的烧酒啦。你这个人真敖笨，真敖蛋，都无影偌敖嘞。叫你补心丸吃，你都唔吃，冻恁姊啊，哪会冻会掉？干那害我酒母着挨地挨母破功咯。烧酒，烧酒，搁一杯来啦！烧酒正是我破你啦！布地楼较大声，破地咱只，我即马讲内底咧破杯啦，我咧观众朋友即马可能较细声，啊，你就知影布地楼无大声就白头烟，无啊，阮社长来伫咧交代两串，社长来歹势啊，社长来，我来尽量控制啦，社长来。这么厉害，干那去用烧酒舞蝶怪员工杀五分咯，准备会当大命回到未得了，求战凌霄魂中楼啦！狐狸爷，你要走哪里去啦？呀！
声分钟头，已经一条大道啊！万里有剑，万里有剑，万里有剑，甲飞得了千万人悲愤声言，三人决意要破开得了分钟老路，哟吼！心结闭关，三代仙丹破掉你。同时就在这小红一条大道弯，半空中，半空中，一只飞虎再度到位，小红不离开现场了。上杀归得了，不离剑，半空中飞虎到位，但三人不离开，归得了三十多公里范围内，千万条，这只飞虎敢是你结拜小弟胡干师兄宝剑无？需要调查八大金乌飞虎当怪影之一，哪里啦？你赶紧下当联络归得你的拜地胡干师兄宝剑无？你的拜地胡干师兄宝剑无收归得了？万里多车兼计城的教主，速来交代八大人物来调查无事。你的小弟绝对爱死在过万里多车兼计城，赶紧，你会当去找你的小弟啦，才互阮负责。安尼可以，我千万人随时会当找过我，拜地附近师兄保剑路，交代飞虎甘贵已经出现了，请。文姓的，你有缘回到过千都山，来请问关的你师父圣剑千都英，看你安怎样来平定这条南北的风云？现在啦，狐狸剑打不破，腰剑断枪势，你赶紧交代关的你师父圣剑千都英，赶紧会当出现武林。来调查过得了查东西失踪武林三百五年前四海情剑应无种的困难，但我都能吹出阿里来，这段南北绝对平静啊！你快去吧，玄剑右剑，我北门圣言随时回到过千都山，来向过的我的师尊圣剑千都因为交代啦，请了。风云事，腰剑断枪势，南北的风云到底是何时才会当平定？暂时归回到过终南山，赶紧会当找出过你那老仙家四海情剑应无踪，应无踪老仙家，第一件失踪武林三百五年，难道南北这条风云？你爱看继续来大打杀杀几时休嘛？又见暂时回到过终南山，后台仙家
是我亲家变武装的本人出现不啊？老天啊！是你一只飞虎到来，恐怕有价千万两。你本事，你一定爱死在我的哇！何里个的枪头？一只飞虎卡是虎价了，我敢要告伊喷酒三十多公里。哼，慢慢。慢慢带来调查的回复，敢怪用一百失败者这个消息，我的回复是到底什么款顶环的滋味啦？军师心酸心无聊，哈！回归南北这段风云，我想讲拄只狐狸剑一定爱破，甲狐狸剑避过阴山人的凶杀，狐狸剑我甲看分中老将军要破了，安怎又忽然中间双方来分离开现场呢？是我五娘丢完想不开，喂！心酸心无量，你若要了解一切，请你随了这道万里团圆到位，我自该人来见我，我会将一切讲给你了解吧。我五娘顺这道万里团圆之法，会跟这位先讲啊。用过万里团圆，团调过着你，五娘到位啦，来啦！哦，原来江南的军师五娘到位，一来请坐，多谢，不用重礼。但闻先生的不淑咯，真歹势。你吃这老啊，不管是都给你要来做情报员，要你今仔日为什么款的情报，要来向我五娘的说明呢？五娘，代志已经严重啊，系你又过来啊？要你见讲代志都是严重，叫你做啊，万到调查叫我情报员，要来见调查无好康的，拢总是啊，要歹康的，还是什么代志到位啊？什么代志严重，你嘛讲我听啊？因为万里队中闪电剑飘升，来降过一了因四位兄弟的功夫了后，现在啊，正在过危急，来跳落到过一条万丈的大溪，然后这条万丈的大溪，伊伫咧练什么功夫？你敢知影？无啊，也一个唔正经飘升到肩头肩头啊，爱是咧练什么功夫啊？万里队中闪电剑飘升，跳落这条大溪啊！伊就是咧练过一部叫做《化水仙剑》的功夫。这个水然后运用弯弓雷到的亲像万丈飞石骨啊，百万支剑同款的太人。而且这个水啊，那去运雷到的，规条大溪水滚呛呛啊！哦，
练这部功夫，化水成剑的功法。水若去用运功来到地，规个水，规个大溪水，亲像滚水同款滚长长。这部功夫叫做什么功夫啊？这部功夫叫做练水神功。好，练水神功，正流。这种的功夫，亲像善道神兵化水成剑的功夫，化甲嘞，也嘞，互人惊死啦！飘上来，失败跳落到袂万丈的大溪啦，绝对是对恁东南有相当的不利。也那嘞嘛无法度了。要飘上失败一次，功夫愈厉害，这什么人嘛无法度。也那嘞，你按照这办法来对付。啊，爱了解什么办法？我谭文先生不输路，甲你交代。这个人唔知死活，吼、哦，也嘛唔知影吼，也伊啊，家己安怎死？爱要死，伊嘛死袂去。你敢知什么人？到底什么人功夫这么厉害啊？你嘛讲我听看麦。你若要调查这个人唔知影惊死的人，就爱找武林道上有练一部东征铁骨体功夫的人，哈、啊。爱找练东征铁骨体人，对，一个人的身躯爱亲像铜，亲像铁同款，亲像钢。这个人找到才有办法来对付袂得了万里追踪、闪电及飘星这部化水成剑、电火神功的功法，也许有法度。你即卖咧讲八卦，你去找什么人才有办法练到这个东征铁骨体？也这个东征铁骨体，什么人才有练啊？一个东征铁骨体早当时，就是有一个老仙家，叫做东征的怪老人。哈、哦，东征怪老人，对，一个东征怪老人，伊才有这部东征铁骨体。不过这个人唔知几千年。都唔捌听过咯，要哪里去有法度？要这要对吹啊！要若无这个人，敢袂用钱？若无这个人，互伊飘升练功夫练成功，东南派爱死！东南派看要食什么物件，赶紧的吼，也去六合夜市啊，也赶紧吃吃嘞。若无一礼拜时间，然后飘升第三代，搁再出现武林东南的末日。也那呢，真正代志严重得了，东街严严重。也那呢，东南真正无解救。若要解救，爱赶紧找这个人。也那无吃，东南派都爱解散咯。好啦，到这来，我五娘回过得了江南的群英山啦。我赶紧倒来东南派，接我恁个五娘的，也甲北极乡，甲这个军舰来找这个人。好，多谢。多谢你，谭文先生，讲这个代志真正严重了，着，予我五娘听得目屎就流，规个家尾粉啊，已经拢起起来啊！东征怪老人啊，你伫倒啊？哈，转来找，转来找啊！谭文先生的不输咯，飘升好厉害。这个人若变散功一处，功夫就愈厉害啦。功夫的增加到千万倍，这个人功夫到底是按照练法？你飘升的道行，确实是在深谷万里追踪闪电剑的飘升。你若练神功，练我不输了，我惊就惊死啊！第八要来找过得了东征怪老人，想过得了谭文先生不顺的交代，若要找这个人，和飘升第三界出现江南绝顶的照片。另外，这两边西北派，哎呀，大队进攻江南山啦！
是这个面。我先去即卖足乖，点点在上南山，上界平安。明明的那比赛，恁爸阿娘啊，听着平安讲了都有代志，风声是输叫，看恁老爸，猜恁娘在枪，对起来恁爸阿娘啊，唔声声给我出来。来啦！是阮三普龙讲的，安怎好？也无恁爸拄只讲，做一个恁爸阿娘啊，唔正叫输来，恁三个就选出安尼，是我阿娘的囝。嗨，湘南阿娘啊，啥事哦？天下干人伫咧风平，风平公里啊，默默挥步当往求孤仙。看恁大姐小妹，恁爸阿娘啊，哪有烧过啊？看到恁大姐若要甲米糕烧，会艰苦了，哪有地哥？高奴才阿娘啊，伫阿哩个公墓太古仙，今天江南甲我解散，江南若无解散，我江南若无解散会安怎？江南山若无解散，阮三人兵到天山，伊阿那我地山，伊阿那我银山。恁三个拄着恁爸阿娘啊，将我变迄落麦山，将我变菩萨。恁娘我念无啊，啊真是袂。恁若无，恁着问看我那小弟也袂无。阿娘啊，除了我有小弟，恁小弟伫底是了？从青乌西咧做到即摆，干那恁阿娘啊了？恁有啥物小弟啊？我有一个同辈过母的老大。你敢知啥？恁同辈过母的老大啥物人？那阮这个同辈过母的老大，你真中听哦。轰动万国，惊动武林，轰动武林，世界各国台湾全省，大家拢中知啊！你讲总统奥巴马，高罗仔啊！阿廖啊，啥物美国总统奥巴马恁啊？一来同辈过母的老爸安怎讲？那恁爹阿廖啊，一看奥先生。啊，奥巴马嘛是一颗奥数数，三年也是讲天差地，因爸阿尼话着当只照布袋，大家看。啊，若布袋无照人看，大家拢当只穿耳塞哦，无万一有咸人看啊。啊，好咧，刚才只地才搁出来念。啊，若咧照总统哦，随时哦，可能记者来佚佗，良心良心。啊，我阿尼话为着观众朋友对阮穿耳塞爱国，所以我阿尼话继续跟念，我紧甘愿。布袋就是传统，传统就是布袋戏，大家拢爱看，对不对啦？嘿嘿，阿廖啊，安尼讲有道理了。高奴才要哪安尼讲起来？今天江南山若要解散，要你搁有一个小弟嘞。那小弟真简单，恁爸这两粒米糕肉包就是阮小弟，多两粒。也就是恁爸阿娘啊，收起这两粒拳头，莫卖给恁爸分到下下面那两粒。高奴才的阿娘啊，空手啊，啪！是选手，我的后边唔爱讲恁好，我咧拍假个。好，拍。
抓紧的熊山，阿里娃，阿里娃，这边一波一波打的新的话，跟着用。亲爱观众朋友来，来看我的师傅在表演一个拉手的小段吼，来，甲看一个麦啊嘞吼，看我这个师傅的身材，配合这个女性要安怎行来，甲行一个看麦啊嘞来，哎，好好掌声鼓励了吼，我们的赵金童赵老师，嘿，你甲看，腰身来这大块，这大块大有才调俩查某囡仔婆家的吼，吼吼。真正无简单，阮赵老师拢过伫咱大陆，北京、南京、湖北京拢过伫咧表演。迄想着大陆这哦，呀，大陆同胞的爱戴就是阮的赵老师吼。你也看，你也看，这脚掌到底没有？哦，你也看，我若软伊就软。来，掌声鼓励我们的赵老师，华裔而出名而了哦。镜头带着水不然呢，我都那听着查某囡仔咧讲话，奶奶，我阿娘话着经过桥，无法度，这镜头带着，从小三的时阵到现在啦，所以我阿娘话无歹个，阿娘啊，阿娘，今天你好腰都伤晒，你安尼，我帮助你啦，娘娘，你要帮助我阿娘话哦，是，要唔过阿娘话，我甲你讲。娘呢？你关小酒请我好不？还是简单，无你多简单话。我阿娘话你莫关，你莫关，我你莫关，哎，他说哦，哎，他说哦，我你莫关。
看阿达拉，阿达拉蒙恁啦。阿丽娃，你若有生意就好啦。阿丽夫，我准备将过这款阿达拉甲恁落去，阿伊都烧。水茫茫啊！含阮三个人来去照山开，你想安怎？义勇志，恁花棍也花赢我，林志也一个对付恁三个大了。吼吼，安尼一个查甫囡仔，有哪拢玩三皮的款哦？一个要对付咱三个啊！吼，干那花棍的唔大简单呐、啊，看是要花顺都肯，还是拍拉肯，还是稳将棍拢冲无要紧呐？三个做一届，你想安怎？义勇志，恁三个人做恁来，林志也无甲恁看在眼内。好，兄弟啊，甲我来挨刀烧，一顿两相好，三相助，四鸡、廿五鸡、六鸡、九鸡、十鸡中。一个兄弟啊，兄弟啊！恁三人啊，这无当头啦，查甫人，查甫人真害无当头啦！吃都好好，即摆来歪嘴是安怎？你若要复活着你的嘴型，真简单啊！你若简单就紧讲啊！但是阿丽话，你爱叫我一声妈妈，安尼我才要叫你安尼娘的声。来年后年的歪是空，恁爸阿丽话今年生到几岁我嘛唔知，也叫恁这查某囡仔叫妈妈，恁爸阿丽话无灵的阿丽话。真是唔哦，啊！那唔过要离开咯，吓你了！我阿娘啊，啊你往前以后，那跟你妈妈同去哦。是啊，紧急啊，好啦，你咪阿娘啊，面头娘就是妈，叫好了。
都唔是人阿伯咧牵牛，咧照牛啊，伫咧叫，我妈妈叫，叫好，顶头前就是囡啦，我惊弟弟的囡啦，叫好，过来，你啊啦，你看你咩阿狸猫，叫哪出来呀？呀，我你咩为什么叫我名字？还是我老公买姓的？那叫看卖，顶头前就是妈妈。为公仔七十块起去买卡，买别人吃不灭的垃圾菜。哎，靠妖，真是好气了。妖兽哦，啊叫人妈妈煮，我怎啊好？谢谢哦，谢谢阿丽娃。今仔日我解救你，欠我恩情。后日我还有代志要叫你帮助我。你爱甲我嘴，我甲你讲，我若叫你做代志，你无做，到时阵我会告你嘴歪，目错正了。三宝五娘啊，你是要出来啥个？阿刘啊，你拄只叫迄个查某囡仔叫妈妈，阿你敢知啊？你爱叫我五娘叫啥？看恁老爸看恁娘咧香，恁爸叫你买三宝啊，叫你啥？阿刘啊，你爱叫我五娘叫老爸，恁娘哪会猜？恁爸咧叫你老爸。你五娘几岁？恁爸阿丽娃几岁？爸爸呢？我叫你老爸。阿丽娃，你敢只讲你拄只进这个查某囡仔，这个什么啦？唔，这个都大，这个都水灵啊！迄拍算是台东哦，五月花酒店、大酒店走出来查某囡仔，迄水灵啊！你唔知啊吼？也若唔知，我五娘甲你讲，你听听咧，人家爱叫我，你正叫，啊那无事也无要紧，吼。这个人就是啊，大水女，伊就是玉皇大帝查某仔，唔知安怎原因啊，伊早当时为着爱情的起见，伊较早伫这个凡间落来交代过，伫咧啊，天庭落来凡间的了后，也来化成过一个查某囡仔真水，然后啊，伊天南地北，特别也来游山玩水。到有一天，拄啊，我这个烟斗啊，小心五娘惊到位啦！伊煞去闪着我顶八卦下只未消化，也煞总啊含我安尼哦，两个人谈起初恋的爱情，了后啊，阮两个总啊发生一段感情，也来带来生你阿刘啊，吼！啊，所以阿刘啊，你就爱叫我老爸，也若无，我绝对哦来甲阮查某囝，也我这个翁婿，绝对来甲我这个啊家后讲。你娘的大地上，杀恁老爸！你答应两个傻哥，你多傻！是恁爸阿里嘛出来，啊恁爸阿里嘛来叫恁老爸，你咧托付哪里？你咧甲恁爸阿里嘛做啥喂？阿里哇！也若无是安怎，你唔早讲，这个就是叫洪大地查某囝大水女，我会知影，因为伊就是甲我初恋过，吼！也所以啊，你唔甲我叫无要紧吼，安尼无要紧。我随时来，我随时来叫大水你倒转来，叫随时过你歪嘴，你想安怎？请叫多马地，叫多马地。啥恁娘嘞？感情是着爱叫，迄观众正济呢。恁咧叫恁爸阿哩嘛，叫恁嘛参半起来内哦。迄阿我多，你若唔叫我随时啊，叫过大水你倒转来。也随时和你阿娘话，各歪嘴歪一世人，叫好啦！恁娘恁老弟在卖啦，恁爸阿娘话对啦。年头前就是学多三八八了，喂，戆囡仔，才一箍银，摕去买干妈糖，恁娘老弟在，即卖一箍银，一箍银，见你涂骹人都买球，我无甲你骗。阿娘话，好，安尼代志圆满啦吼。以后闹什么代志，阿我会叫阮这个啊，也咧。家后，阮妻啊，大水你来甲你帮助，阿丽娃，多谢你叫我爸爸哦，请请了。啊好啊，你使恁牛
龙这个白沙堡啊，新传七五娘，三个乌龙啊，操你妈这个红蘑菇哪里都偷，你咪来比比看。三林牛郎叫恁爸，叫你一声吼，爸爸也好。这个晚上，恁爸用手指盘甲你记起来。恁爸年羹哦，一条啊一条啊甲你送。恁爸明日等于江南山啊，等于江南山拢互你甲恁天哥两人。恁爸阿娘啊，即摆要来面带蕹菜脯、水鸡汤，是一寡水鸡种一寡蕹菜，卡清盐无咧臭皮的呢啊。算失望了，这个代志安尼，甲你阿娘话乖乖的人，感觉真轻松啦。挂五娘准备下当的来对过得了，江南的热气势交代，赶紧下当找过得了老仙家，珍珠圣叶白金叶，呼，金头枪，金头枪，金光万刀随起一条。但是湖南师兄的宝剑龙到位了，为着要调查关于了八大人无收过万里多车兼地城教授的交代，假使讲伊若要调查过八大人物，绝对会死在过万里多车兼地城咯。一首伊伊伴你过生。原来就是你福建师兄的宝剑龙正流，心酸心无量。方才你伫咧讲有一个罪孽，现在这个罪孽在哪里？西方就来见福建师兄的宝剑龙。你依然要调查过八大人物在内正流，我八大人物在内依然要调查凌霄阁皇帝下凡大罪为何因一大罪孽。这以往我八大人物所要调查其中的一条，也不过这个大罪你已经离开了呢，离开啊，是啊。但是西方如来叫福建师兄宝剑龙，我今天要来请教你，千万年碑文圣言，万里游劫，现在啊来对挂过去了，纠缠凌霄云中楼了后，受过一只飞虎教伊将情的代志。听我用水较紧啊！想，也那呢？这代志严重了，代志已经严重了，心酸心无聊。重要的代志已经来降临，我甲你交代，你代替我大前到过海上风云不见台，会见过大侠的文昌星，这个人。这两个老爸关东时，就是来开了一间的武术院啊，和平会。这个人就是来死在过了随便摸手夹田间的子人的手头。你先去解甘明，你先向伊甘明一切，然后我宝剑王绝对会随后到位啦。你想安怎样？安尼好，我会照你的交代。现在海上联络郭天鹏。已经来出现武林，也就是你八大人物所要调查。海上的内郭天鹏有可能就是七剑龙人，那摸手加天音，一此人凡事都是太人的残缺。我先打针到过得了，今日目的地会见过得了大家的文昌星，
要问重生在哪里？在这，只有一条罗贯道。你照这条罗贯道，先提起火箭队的了。大家要问重生吧，阿弥陀佛。我准备将我地图接过去，打进九尾风云不见天，请。武林的姻缘，武林的姻缘已经一步一步出现武林了。水水啊，一两顿。讲我去遐吼，就当然有小姐在遐等我。迄电影票吼，下嘛拢买好啊，安尼吼，恁爸阿娘话将罗贯道来去啊。阿娘话，阿娘话，阿娘话，接回得了一张的结果信。
照别个班头直直行，行来过一个所在。哎呦，这个未歹哦，这公园真地，甲看起来哦，风景真水了。也是倒一个小姐呢，倒一个，那也无看到啊。小田的盆起来，牛嘞吼啊，什么人啊？吼吼吼吼吼吼想点你叫你飘行，好了，你都是武大官，你都是一个武林的武大官啊！你肯定想就是，我来将我这条罗贯头拍乎你，你都叫罗贯头来家上戏。阿里啊，今天我把地堆中香点一飘香，花最新的门当户，别调查你阿里的心事，晓得了，呀娘喂啊，娘嘞好啊！想，你娘我规身体了飘香，用化痰水拍一个干枯一挂。那你这无头无面的出来，无啊无啊，你是啥物人你呀、啊？拜托的慢慢慢慢惊我哦，即卖三月哦，是四月哦，卖那么晚无想啊，拜托的。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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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不担不阿娘。我是在世无言令你莫名死，死了不知我是谁的好兵的。阿里娃，去去，对过飘香的凶杀。飘香我都无话，你干那么凶杀？拜托的卖啦！你那么凶杀，我随时把你抓到奈何桥。今天你这个所在，阿里啊，爱追，爱追，我一定要改过的话，飘香的转化，飘嘞呀！喂，你乖，阿里啊，俺在我飘香怕雷搞的，怕雷搞的天天叫。到底是什么款的港湾？亚那里我不相信，我准备再用我的港湖啊！亚那，哈哈哈哈哈哈！你娘的哪地赛呢？哥没说你赶紧被阿里娃骂死你呢！喵星送回来，小妹，你乖，阿里娃。
你思念是什么鬼的感觉？乃这么厉害，我把你队中闪电剑飘上第二枪炮了，你赶快鬼眼强强掉，别输去讲着天，讲着地，讲着阿弥陀佛，你是练什么鬼的感觉？我哪知我替人死，我哪知练什么功夫啊？你要哪里好？再度用着我第三枪。我最心剑的功夫，将你收敌啦！一第三气火来，一奇怪，奇怪，你所练是什么功夫？你所练是什么功夫？哪一下来练？哪一下你改变嘞？因为阿娘，我那才我练差少。我都唔知练什么笑，我都唔知练什么款的功夫，我来猜。你要哪里好？今天的笑，你又怪怪的，我把你对准心底的表现，只要用我三分钟的功夫，上不了你阿里哇，当场凶杀单挑。跟恁老弟赛恁庙里枪，恁别庙里吵架哩。您别不能吵架哩，您别哈哩哇，再见，拜拜。哎呀，安琪啊，你哪个惊翻头？我都要跟你了解告别，不要再喝酒啊！将会把地对中闪电给抛响，我都不相信你多来的。哇嘿，那不去啊？我那我做连带的干部啊。阿里哇，你卖鬼鬼怪怪，在外面偷情，我都不相信，我都不相信你阿里哇心这边不落。今天的家。我狐狸叫，大开鬼的话，各站凌霄魂的脑袋大，要求你阿里王给滚得掉，你那不是当初的怪老了，恐怕你今天来断杀在鬼子输在了，把你的一种想的给飘泄，你就你对鬼阿里王，阿里王拿这个狐狸。只要有我狐狸爷对付吧。好，牧民堂去哪里啊？你有听到一对一吼？你有听到一对一吼？什么人都没有管谁，人去拜老。哦，这真的老太岁呢。人要对付你，跟我阿里王无定大哦吼。天山凌霄魂的老老主爷的勇气，我的眼光不懂。你们对付我的万天大无边灵的无边心，岂料不敌我狐狸？来吧，我都跨过了你的魂丢老，四小不断。你老在一个掌心我的我还要个杀人呀，求你呀关十五句，我是一句，我是一老老我都丢爸爸主心派，你们注意吧，我求你呀关十五句，我是一句我眼睛啊我不是我无嘴啦，讲我嘴人少年啦。
心机也还要速度的，你魂想派人，我这就派人不在到底的，派出去的我就立即点出去，你到底是何人？今朝不遇到人，你不敢追到我，还要说失职，你到底要何人？我赶快执行，我就不夜夜赶赴吧。哎呦，亲，太难再应接，世上的难逢你，该好。今日林子牙大醉哩，就来接受你一笔的任务。我嘛要调查，调查看你是不是渣东西，材料黄昏不更待。是顶过去了无手架摕去的主人，害死3000多名的教徒。我要为这黄昏不更待转交的报冤仇啦！好好好好好，大夫。枪击也管速度计，随行随败啦！呀！